我是很介意，跟你出动外面的所在，我的想法也是听到你的想法。我的想法叫心情真好，也想我临时哦，所以你家定留在银行，想下我饭店就做生意，是不是嘛？要天同世俗无异哦，如今重大成年，大弟哦，虽然并非富贵，也不过生活也得过。辛苦兵，要是贵老婆，你得去水怪辛苦兵，我的贵还要不完。今天小弟哦，出来外面所在游山玩水，我看山上景致，这是无价无缘呐。是啊，少爷，你甲别人意想不同，人哦爱去迄街仔路上遐踅街，但你毋是，吼、哦，时常咧招我这啉汽水的要来爬山。我问你，你跟我到时走山的那个？Oh!
想要娶你为小姑的妻儿，我希望你能得答应，让我来照顾你的后半世人啊。是，公主，我给你怎样穿好？在下名唤丁秀，丁秀，名秀人秀。我公主你，穿了是条条短短，看似也富贵人家。啊，不过咱两个搁匆匆来熟识，我再讲，秀秀。我家叫名有是真好，我若是讲来给你做爹阿，你会好笑呢？笑你哦！你唔通安尼死讲，咱是咧讲，男子之间的感情是无分贵贱，只要咱双人相爱，不论如何，咱双人只要相爱之灵结合。今天我对你心生意爱，虽然是阮父亲，你就是对我有情，怪家娘，老娘一同相愿，必定也会照顾你。而且，天底我也袂欠你，大富贵桥，像你并无一正错。弟兄，你姑姑听起来是贵妇之言。只是讲，小娘虽然真感动，不过毕竟这是终身大事。好，我愿意来相信你。只是讲，只请你莫气呀。你若有气呀的道理，小娘，我一心只爱弟子，是你奉献。你答应我，给我五千，我回份家底哦，必定。救我老娘亲，往后你的家里哦，救你细妹。这么紧啊？是啊。好啊，今年你我未顺要嫂，请你老娘亲来到阮厝内底。那安尼生，你敢知阮到底倒位？是，我嘛唔知恁到底倒位，我真倒想要问你呀。我跟你讲，今年伫恁前面的所在，你就一定甲伊见啊。然后画一个倒手，倒一个小草树，那就是阮家。好，那你先我了解，必定会算家己哦。两母伊下面，我必须要准备团队嘛。你笑，想必这是天公伯啊，对我的疼惜。但自从你对我是如此温柔啊，明天我可这事情一定无啥要。你来是啊？你求迄什么物件啊？芭蕉树，芭蕉树啊！你好优秀的呢，为着一个查某人啊，啊赚钱好赚，你还做啥个生意？我跟你讲，我身体康康的。什么人是我啦？你在讲什么啦？查某囡仔。注意你自己所说的字，关键，如今这名姑娘，我想要来娶伊过无？我要爱伊。伊需要回在家长的所在，我爱替我向我的母亲做几回父辈。你爱我，讲你会当。我看这阵时间嘛已经无早咯，秀，我爱赶紧倒转来去哦。你袂做啊？